你想去昆凌宫？唔好阻住我。你想做咩？想报仇，一日想死啊！我哋你阻住我啊！无论你想做咩都好，结果都系一样噶咋，你会死噶。我要死嘅话，我都要往后死先。我身边又咁多宫女太监，你咁埋到佢身噶？我只不过宫女，佢唔会留意到我。只要我埋到佢身边，我就可以将佢杀死，为咁唔怕报仇。 咁样就会死，死我已经预咗。你冇咁傻啦！你究竟想我点啊？皇后永远都系皇后，我已经都唔够佢斗噶。我可以俾佢安乐过日子，就算真系要死，我都要搏一次。你放开我！你睇到啦，就算俾你刺伤佢。 你话天有眼，你嗰个系真嘅话，我话你有眼无珠啊！人哋话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但点解我眼见到嘅全部都系想不当公，认不当罪啊？素英曾经为我只乌鸦而冒死，而我嫲嫲认为做一个人嘅私心，明明白白咁样送，你讲。 我问你啊，你睇唔睇到？如果你睇到嘅话，你究竟做过啲乜嘢？元武天尊讲嘅系无为之子，就算我哋呢班凡夫俗子，当然唔需要做啲乜嘢。何况所谓天人佛像，本来就系受千人拜、万人拜，高高在上。 唔系嚟为我哋做啲乜嘢，只系等我哋去讨好佢，就系咁简单。咁我哋为乜要拜佢啊？咁你又点解要去跪拜皇上王？我以前冇谂过点解咁样做，但而家我根本唔想咁样做。似乎你真系日复一日，更加想快啲离开宫中。我系好想离开呢度。 但我唔知我去咗去边啊！人无论喺乜嘢处境，都会有佢眼前所求。就落魄如我，都会希望天气唔好太冻，啲墨唔好太快凝结，等我抄经可以抄得畅顺啲嚟落啲。你认命啊？随便你点讲。你甘心俾皇后就咁斗跨咩？甘心命抵苦守清晨呢啲说话。 从来都唔系我哋形容嘅老姑老爷，为咩你唔报复？做咩你唔抢翻你要嘅嘢？做咩你唔对付皇后？做咩你唔攞佢嘅命啊？乜你都咁憎佢咩？不过你放心，我冇兴趣知道你嘅故事。不过我都想讲个道理过你明白，因为皇后嘅性命唔系你同我有资格去夺取。 天下间只有皇上有呢个资格，除非你系当今嘅天子，否则你就要成为天子身边最宠信嘅人。你要令皇上以你嘅喜爱为喜爱，要令皇上以你嘅厌恶为厌恶。如果你有呢个本事，咁皇后就会比死更难受。 小六子啊，凭心讲啊，以我之识，琴日上宫里边嘅妃嫔娘娘，睇嚟要我帮你梳呢个咁嘅发髻，并唔系贪一时嘅兴致。
你咪有咩打算？收俾以前嘅如妃，你话我知识及唔及得上佢啊？你话皇上会唔会喜欢啊？嗬？及唔上。所讲嘅并唔系你知识及唔上，而你根本上就唔系佢哋嗰种人。我以前的确唔系呢一种人，但如今我可以系任何一种人。如妃讲得好啱，要对付皇后呢一种人，就一定要令佢比死更难受。佢最想得到啲乜嘢，最想保住啲乜嘢，我都要一喺佢身上抢走。我要做皇上身边最得宠嘅妃子，要佢喺皇上面前无地自容。你咁样做值得？咁嫲嫲嘅死又值得咩？你以为我可以当咩事冇发生过，以后仲会开开心心咁过日子咩？既然你已经决定咗咁做，我帮得到嘅，宁愿帮你。但系你要向宫中所有妃嫔争宠，六贤之子自然就系其中一个。当日你亲口讲过，话唔想连累佢嘅。你以后咁做，又可以点样面对佢啊？只要我事前令佢明白，我谂佢一定唔会怪我嘅。其实皇上份人咧好风趣噶，你知佢嗌我做乜嘢啊？佢嗌你玉莹或者爱妃咁咯。佢嗌我做小莹子啊。小莹子系皇上嘅贴身侍从，精巧伶俐，善解人意，独一无二嘅小莹子。不过讲真啦，后宫妃嫔咁多，有边个话真系可以独一无二啊？你又惊个以顺又嚟搞事啊？边个都好啦，总之皇上受万人拥戴，希望小主你明白，性宠系难以人独得呢个道理。你讲得啱，性宠唔系真系咁容易得到噶，点样都要同人分享一下嘅。小主，主子，又好多心事端咧。今时今日，你以为嗰个以顺再敢同我多心事端咩？一嚿嘢啊！你都系喎，妹妹。既然大家瞓唔着，姐姐咪过嚟问候下你咯。姐姐连日奔波劳碌，要问候嘅都应该系妹妹过嚟问候姐姐先啦。唔使啦，姐姐今日系得性宠而冇得瞓，而妹妹你就因为失宠而瞓唔着，参天共地啊！如果要同情嘅，应该同情妹妹嚟至啱。能够侍寝当然开心啦，不过以纯都试过，好多人亦都试过，姐姐又何必开心成咁啊？呢块系皇上送俾我御赐金牌，系方便我日后出入养心殿嘅。你以为你哋有任何人可以同我相提并论咩？区区一件太监衫，一块牌就氹得你咁开心。如果咁样就可以独占皇上嘅，咁你试呢个游戏实在太简单啦。要真真正正得到皇上嘅圣宠，唔系争件衫一块牌，要争都争皇上嘅一点血脉啦。好啊。咁我嚟睇下我哋边个首先有啲咁嘅福气，主子啊，都夜噶啦，小心身体啊！啊系喎，今晚我都好劳累啦。你坐喺度做咩？仲翻翻瞓？
主子你有病，我有责任帮你记录低啲病情，听话俾御医听噶嘛。都系咳几声小事啫嘛，你坐喺度成晚喺度记嘢啊，好容易冻亲噶。不如你上埋嚟同我一齐瞓啦。唔得，同主子同床有违公规噶。夜妈妈边度有人见到？嚟啊！嗱，如果你唔陪我瞓嘅话，走我瞓唔着，到时咳得仲犀利噶。嚟啊，一齐啊，上嚟啦！两个人咧冚埋一张被瞓觉，感觉一定会暖啲啫嗬。咩食我嗰阵，未试过同你阿爹阿娘或者其他姊妹瞓过嘅咩？我娘亲喺家中，只不过一个小妾，其他房间从来都睇唔起我哋嘅，冇法啦，就算要睇都轮唔到我哋，鬼叫我阿爹有咁多妻妾咩？唔好意思啊，睇呢啲唔开心嘅添。所以我从小咧，我就好明白一个道理：一个女人如果要守住自己一生嘅幸福，咩都肯同人分，唯独是自己嘅男人嘅心，就半分都唔可以同人分。所以我从小就唔会相信人，不你就例外。我只有安善你。是你俾我知道，原来呢个世界仲有人真心对我好噶，所以我就能同自己讲，咩人都可以唔信，唯独是安善你，系永远都唔会害我噶，系咪啊？YouTube 嘅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系刘佩月阿 moon， 我系蒋祖文，我系胡定欣，我系江美仪啊！即刻 subscribe 呢一个嘅 YouTube channel， 收睇 TVB 精选剧集精华啦！中意呢一条片咧，记得 like 同埋 share 啊！